有说他们有多厉害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们现在虎队已经刚表演完，我们龙队不得了了。真的，3D 电视台永远都走在科技的最前端哦。是，我们现在不是只有跳舞，我们要结合最新的科技哦。有我们即将要瘫痪你的瞳孔，对，瘫痪瞳孔，还会有点可怕，什么意思？好，那赶快欣赏这一精彩的中风秀。我是有名字的啦，有名字的。要瘫痪你的瞳孔，瘫痪你的瞳孔，震撼你的视觉，最新形态的武艺书。说宁夸人子不夸人妻，是对不对？现在连敌对我们都要称赞，真的代表他实在是那个表演真的很好。对呀，好厉害哦！在戏里是夫妻，这边也很有默契耶。对对对对，哦，戏里面演这个戏家好媳妇，我们是夫妻。尤其你这跟你婆婆那个斗嘴，真是笑死人了，现在超红的，很棒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除了演戏以外，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。我们请评审老师来讲评一下，是刚刚他们。